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依嫂，今天来叔叔家啊，又蹭杀猪饭来了。这个也很有名，猪，不过今天杀的不是这个，杀另外两头大猪。待会杀的就是它，这个大猪两三百公斤。杀了它！这撮明花一个皮肤也太个长了，啊，我都够费力气的。我问你，我这个崩，他都。哎呀，这个不是给俺洗，哎呀，这都跟他没口子啊啥的，他都，把梅瓜给切成，小家伙，哎，一天一洗。高的还是个人工是讲六十四年。今天我来当主厨。好排骨。来了嘛，三两天给我家吃去，我跟你一身油锅巴东西，我穿完小米你这个跟你干。我现在我就先去洗洗了，麻烦了。哟，天。
是这么包过，今天去写的，连成一个小模。不是，我。哈哈。用我背的不是那东西。嗯。还卖豆子嘞。吃饭吧。打了一碗肉。而且他也要送饭哈，俺这十二点过了，我们这回我是送饭的。